干嘛呢？老王，哟，老王，求你下来好吗？下来。老王，从我第一次在歌手岛里遇见你，每天都能收到你送的鲜花，我觉得每天都过得特别的甜蜜，特别的幸福。上次我们见面后，我发现我好像爱上你了。老龙，咱们结婚吧，好吗？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拜托，游戏里面跟现实里面不一样。我又不是北京户口，我也没有车没有房。你可以完全找一个比我条件更好的呀。我不需要你有车，这是我的车钥匙，给你。干什么？我也不需要你有房，这是我的房产证，我愿意加上你的名字。只要你愿意接受我，答应他！你有病！我靠，这男的怎么这样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这咋的？